我不该扔下咱家不管。对，都是你的错，就是因为你扔下咱家。你刚说的是咱家。嗯。我困了。 皮蛋，他刚说咱家，咱家，咱家，咱家。今天早上吃什么呀？我去给你煮面。不用，坐。嗯，你就继续学习吧，我去。咱家冰箱里还有火腿肠，一起煮了，好不好？ 好，那我去煮面，一会儿咱家餐厅见。